哇塞，有好多万能杀装呀，全都是我的啦！嘿嘿，趁人没发现，赶紧把这掏干净，我要换一堆的漂亮方块和武器装备。哇哦哇！等下再换一把世界蹦极之镐。哈哈哈，枪八名，你的神器我来啦！哎呦，谁打我？哼，总算让我逮到你了，那个又丑又坏还很讨人厌的倒霉蛋小表妹。你谁啊？为什么这么说我？我又没招你惹你。我就说你，我还要大声地告诉所有小伙伴，让大家都讨厌你，去死吧你！啊！可恶，第一次见这么嚣张的黑凡，你给我等着！切，就凭你一把破稿子！谁说的？我这就去制作神器，回头收拾你！黑凡说的对，我这稿子确实破，你赶紧收集万能山庄升级工具！我挖，我挖，我使劲挖！先换一把铁矿镐射手试试。速度比我的破稿子效率高多了，趁热打铁，再来个电钻头，钻一下拆一面墙，那直接就碎了满地，这么多仙地跟不要钱似的。哈哈，这么玩实在是太爽了。继续，看我挖空这里，成为迷你守护，埋空神器指日可待了。臭表妹，趁我不注意溜烟跑了，原来是挖砖吃土来了，我抢。哎，你个强盗，谁让你平时老欺负一涵，今天就轮到我替天行道教训你了。什么？我的黑粉就是表姐的粉丝，那个你等等，赶紧制作神器收买他。小黑粉，对不起，前面说我无礼了，这是半仙的金箍棒，钢铁般硬，威力无穷，就当礼物送给你吧。哎呀，直接送到我面前，这多不好意思呀。你不要也可以还我。哎，扔出去的武器，泼出去的水，这金箍棒就归我了。谢谢你的礼物，不过别以为能收买我，我黑粉的心是不会变的，吃俺老孙一棒。可恶，此仇不报非人也。臭黑粉，你给我等着，刚刚合成金箍棒浪费了我好多万能沙砖，黑粉有神器我又打不过，必须加快手速，再多挖一些，待会儿制作更厉害的神器。哟呵，瞧我发现了什么好宝贝，居然有作者专用神枪，赶紧整一个试试。先把火星书包背身上，然后腾云踏步一飞冲天，提着我的专用神枪和小黑粉算账去了。发现目标，立刻发射。果然厉害，解决完小黑粉，赶紧转移到别的地方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一个漂浮的正方体，靠近看看。里面就有箱子，好多万能沙砖和弓弩。这下好了，我无敌了，看来小黑粉完全不是我的对手。那我轻轻松松再练一击，还只有投降认输的份。你做梦，我是不可能会向你低头的，以后我见你一次黑你一次，今天先撤了。哎，小黑子就是不合理喻。